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感动的事情。那但这个问题，其实我想要问苏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。苏一曾经说过，这个他过去曾经看过一个 MVP 得奖，他说我叫陈浩然，让你印象非常深刻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苏一，那你谈一下这个我叫陈浩然这个对你的影响啊，有没有什么感觉可以跟我们现场所有朋友分享吗？就当下就是听到学长这样讲，然后很感动，是因为没办法常常在球场上表现，是，然后有好的表现，然后让球迷认识他。OK， 那球迷朋友，大家认识他吗？他是谁 ？OK， 太棒了，非常好。那当然，最后。